我不管，你输了，你把我洋娃弄坏，你要赔我，你要赔我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干什么？妈！哎呦，跟你们讲过多少次了，这屋子闹鬼，有妖怪，不准来！你们怎么又跑来了？是小强带我们来的嘛？走，回家去。妈，小强把我的洋娃娃弄坏了。他呀。 是个野孩子，妈妈跟人家跑了，爸爸整天只会喝酒，再没教养。下次啊，不准跟他玩了，知道了吗？不准你骂我爸爸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走，快走。妈，我的洋娃娃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他们也赔不起。明天妈给你买个新的，好不好？店去，再买2瓶高粱回来。老王啊，不要再喝了。李黄明早起就要来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动工装修了嘛。哎呀，难得有个新工作嘛，已经都憋了那么久了，也该庆祝庆祝。小强，快去买酒，去呀！爸，可是这个……老表，先挪一点吧，到时候工资一块扣吧。你爸爸就是这副德行，改也改不过来，难怪你。不要提他行不行？哎，好，不提不提。哎，啊，谢了，拿去。爸，杂货店我们已经欠了1500块了。啰嗦，拿去买。哦。哎，我这个儿子就这样，叫他做点事情啰里啰嗦的。哎，小强，别忘了花生还有鳗鱼罐头啊。好。 你的儿子实在很乖巧，不过你不能让他天天吃这个生力面呢，营养不够啊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老大，那人什么来路啊？怎么那么大胆，敢买鬼房子？香港来的，97大限快到了，先把家人移民到这边来。这房子闹鬼啊，他大概还不知道呢。 哦，爸妈，就是这里啊！哎，你快上去看看。好，谢谢。 爸爸好有钱哦！怎么这样啊？哦，好烂哦！哎，姐，我们到那边去。来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你满意吗？ 多久才能装修好啊？啊，最快1个礼拜，越快越好。卧房部分先修理。哎，是。哦，这是我们王师傅的，最负责任了，您放心好了。这是我太太。救命啊！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老鼠！哎呀，有一套，真有一套。 能，谢谢妈。放这。妈，姐带你去看样东西。小太，妈，姐走啊。嗯，妈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小敏啊，不要乱跑哦。好，坏了。哎，小强，来。小强。谁叫你要挡路？ 小太，怎么样？你怎么这样嘛？对不起，弟弟，你不要紧吧？没关系，姐，不要理他，快点走了。起来，小敏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啊，是他自己挡路。姐，快了。对不起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事。是我不好，挡了他的路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 哎，他叫小强。嗯，真乖啊。过奖。我带你去看好东西。小太，你干什么？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嘛？看了就知道了。快了，你看。好脏啊！ 这里啊，可是一个宝藏哦！宝藏，小太，你别干了好不好？我们走吧。哎，姐，你不要急嘛，进来看就知道了嘛。我带你去。姐，宝藏在那边了。就是这本。 可能是以前人留下的，说不定还有僵尸。你不要吓我嘛！姐，再找找看有没有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什么事啊？姐，你看嘛！ 有什么大惊小怪？只是洋娃娃嘛。小太，这里怪怪的，我们不要再找了，还是走吧。好吧。喂，你是怎么上来的？你是不是故意吓我们？这个洋娃娃是我朋友的。这洋娃娃的头怎么是断的？这什么这？姐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走。哦，滚开了！ 真可惜哦，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。什么秘密啊？哼，一个你们绝对猜不到的秘密。哇，这里好像是储藏室哎。哎，以前啊，这里有好多酒，可是都被小偷喝光了。哎，最奇怪的。 就是这里，听大人说，每到了晚上就有很奇怪、很奇怪的声音哎。小太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姐，你等一下嘛。哎，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，好像是……哎，就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究竟是什么怪东西嘛？我也常来这里探。 可是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哦！哇，好刺激哦！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王志强，叫我小强就可以了。我叫李忠泰，这是我姐姐李忠敏，我们一起来找答案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哎，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秘密，不能让大人们知道哦。果真的有僵尸的话，用这本秘籍就可以跟他做心意沟通嘞。好神奇哦！哎，你知不知道这里以前住什么人啊？好像是外国人，已经回去了。一定是他把僵尸藏在地窖下面。哎，我们可以用这里面的通信方法跟僵尸做沟通。哎，对啊，小强，小强，我爸爸在叫我了。哎，小强，小强。 小强，小强，爸，你怎么跑人家房里去了？你怎么会不高兴的？是我们叫他上来玩的，我们不会不高兴。啊，谢谢啊，走回家。哎，小强，这是你朋友的娃娃，他不会要的，你留着玩好了。再见。走。小强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 想，想不想你妈？当然想了。等别墅装修完了之后，我带你去南部见她。算了，见不见她都一样。小强，怎么了？你不想她？ 我想他有什么用啊？他一点都不关心我。小强，也许他工作忙。你想他，你就看到好了嘛。我才不想他呢。哼，泼出去的水啊！我现在只关心你一个人。在成长的过程里，不能没有母爱。 我们不要提到好吗？一提到他，什么都吃不下。哦，小强，你想要什么？爸一领到工资以后就马上买给你。哎，生力面一箱。我们以后不吃生力面了，爸爸亲自烧菜给你吃，把你吃得壮壮的。啊？怎么？ 你不信啊？啊？小强相信。好。哎，爸。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僵尸吗？都太空梭时代了，哪还会有僵尸啊？真的没有啊？真的没有。真的。哎呀，真的。 不要怕，姐姐把你的头缝起来，等一下你就会变得好漂亮，好漂亮哦。好了。躺在姐姐旁边，姐姐陪你睡觉，你要乖乖的哦，啊，要好乖哦。 用静坐可以跟僵尸的脑波沟通。脑波沟通，僵尸不会说话，可是它会发出强有力的念力波，你会懂得它的意思。这是心通的第一步。哇，真不是盖的。 如果真有僵尸的话，我就跟他做好朋友。脑波，那么要我要吗？那么要我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太好，我听到了。姐，嘘。姐，我听到了。嘘，小声一点，别吵到娃娃了。谁是娃娃？在那边，自己看嘛。 哦，姐，我追着那本通心术找僵尸谈话，真灵哎！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啊！真的，小太阳，这么晚了你还不去睡觉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啊。好啦，快点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哦。啊。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！我后天一定要到美国，这回呢是要到美国去结账的。可是我怕房子的装潢会……哎，你放心，我跟老袁都交代好了，他会弄得很好的。哦。哎，跟 Baby 讲，从美国回来，顺便带太太回来玩一玩嘛。好，一定一定。怎么了？又有问题啊？奇怪了，刚刚才接好，怎么现在又短路了？这房子啊，真是有点古怪啊！可是，通往地下室的电线我检查过了，没断呢。现在怎么办？我看我们还是下去检查检查看看吧。好。 袁先生，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下面没电，我们想下去检查检查看。啊，我跟你们快下去吧。哎，好。李太太，小心。 谢谢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你过来看看。哦。哦。 拉不动啊！嗯，奇怪，我再试试。哎呀！怎么会有个大瓶在这里啊？可能是个大保险箱啊！李太太。 要不要打开来看看？好吧，试试看好了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来，再来。奇怪，怎么一点都不动啊？你看，会不会是个实心呢？哎呀，不可能的。如果实心的话，电线怎么到里面去呢？哎，我看有点古怪哦。啊？ 古怪，我看呐，打不开就算了。好，李太太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明天我找个工人来再把它打开。啊？不用了，这面墙先搁着吧。等到把楼上装潢好了以后，我再叫人来整理这个地方。哎，是谁？爸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我当时在找你。什么事？楼上主卧室的水龙头坏了，那我淹水的。快去看看。好。 什么东西啊！哎呀，小孩子别管。在哪里？在里面。好。果然不坏。修好了以后，暂时先不要用啊。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我马上帮你换个新的，晚饭以前应该可以修好。啊，真巧，又麻烦你了。哎，好了。来。好。哎，不要踩我地毯！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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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没有你的事啊，出去了。哎，哎，我猜啊，照地下室的情形看起来，他们已经被关了很久了。啊，好可怜哦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啊！我们力气又不够，大人都没有办法打开，怎么去救啊？ 有了，我们用炸药，很快就可以打开了。哎呀，不行啦，这里是我家呀！哎，有了！哎，怎么样？只好今天晚上跟他心通一次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办法。嗯，对，嗯。 王晨，王先，哎，先下来吃个饭吧。哎，我还不饿。王先，我听说你炒菜是一流的。家常便饭。小强很乖的，哎，跟我们家小泰、小敏蛮投缘哦。小孩子嘛。 好了，好啦，哎，来，来吃点菜。真是的，菜都被他们吃光了。这样已经够了。哎，我再去帮你弄几个小菜啊。哎，不用了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喝酒啊！好，我来。奇怪了，小孩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小孩子嘛，有他们玩的地方。来，我敬你。嗯。你对孩子蛮放任的，让他们自由发挥嘛，不要阻碍他们的想象力，这样他们才能拥有一个美丽幻想的童年。 对，是应该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。怎么样，还合你的胃口吧？好吃，好久没这样吃了。你喜欢的话，明天还可以再来啊。那怎么好意思？妈，小强，你们到哪去了？我们到做梦的地方。做梦的地方？哎，妈，我们要去睡觉啊。这么早就要去睡了？妈，玩累了，好困哦。爸，我也是，我也要去睡了。李太太，谢谢你丰富的晚餐。小强，谢谢阿姨。哦，谢谢阿姨，不客气。我们走了。哇，爸，你喝了那么多瓶酒啊！小鬼，我们走了。小强，你说对呀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忘记哦。小强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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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铁门下面可以挖出一个锦盒，只要扯掉上面那张符，取出里面的一把金钥匙，再到铁门左边掰开木箱，就能找到钥匙孔。这样你们就可以救我出来了。金钥匙，金钥匙。原来是藏在锦盒里啊。 三吧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气死我了！快点！快点！快快点啦！谁呀？ 谁呀？嗯，奇怪，明明有人呢。哦，哎，快走，来，快走！好险哦！我告诉你，我妈很厉害的。嘘，快走啊！ 我和我父母被关在里面久啊？小敏，小敏呢？不知道啊。你们以后不可以乱跑了。小强，不能被我妈看到的，快走！来，哎，那你不能躲，你跟我走。哦。彤彤，快上来啊！快点！可是我躺在棺材里面有300年了，全都晕了。哎，那你不会运动啊？对呀，你可以运动啊。嗯，哎，就是有氧运动这样嘛。哎呀，你跟着我们做就对了啦。嗯，来，小强，我们做给他看哦，跟着我们做就对了哈。1、2、3、4。他在干嘛啊？哎，我看还是我们帮他做好了啊。嘿，1、2、3、4、1。怎么会变这样？你乱讲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！妈，真的啦，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姐姐啊。好，我相信就是。哎，累死我了！帮你做运动真是有够累的。啊，还好是他，要是大僵尸啊，就惨了。嗯。哎，彤彤啊，僵尸会不会变法术啊？嗯，会呀。我每次看漫画书，看到里面的森林，看里面的公主，我好羡慕他们啊！我真的好想变成里面的人哎！我可以带你们去啊！哎，去哪里啊？去你们想去的地方。真的？嗯，那太棒了！哎，那你快带我们去啊！嗯，对啊。好。我们不会法术啊！哦，好，看我的！哇，彤彤，你好厉害哦！哎，彤彤，快帮我们变啊！嗯，好，跟我做，上架。嗯，好难看哦！呀，变！以前我常听人说真真假假都是人的感觉，要是大家都说是真的，那一定就是真的喽。不，我认为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我们先不要管那么多啦。既然我们已经进入漫画里面了，我们就尽量欣赏漫画里面的一切事物，见一下那个可恶的巫师啊，还有可爱的宝藏公主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可是，彤彤，我们怎么回去？我能带你们进来，也能够带你们出去啊。其实你们根本没有离开你们家呢。嗯，那就好了。那好吧，那我赶快去玩啊。我们会有危险的，万一彤彤来不及救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就糟糕了。嗯，我。小泰啊，那个棺材里面的小僵尸真的是你们放出来的？嗯。糟了，旁边还有一口大棺材呢，走。嗯。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好，哎，快走！快走！哎呀，我这太累了。唐贵妃，喂，是啊，什么？会飞的僵尸？哎呀，你别开玩笑了。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没事就知道打电话开我们玩笑，找麻烦。耶！喂，巡视三总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会飞的僵尸？什么？戏院门口出现僵尸？喂，那，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那都是电影公司搞宣传的噱头啊！你啊，受骗啦！哎，探长，这些花招一定要取缔啊！ 生意人很会钻法律漏洞，想取缔啊，难哦。喂，刑事三组，我是朱探长。这是什么？太太，你说你的宝贝女儿被僵尸绑架了？哎呦，太太啊，你千万不要跟我们开这种玩笑了，好不好啊？这是真的，僵尸从我们地下室跳出来。 你过来看看好不好？早知道这样就不准他们出来了。我问你，这个时代究竟有没有僵尸啊？ 报告探长啊，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。好，走。探长，我们去哪里啊？抓僵尸。就是你，叶曼恩，你真的开枪了吗？真的，他不怕子弹的，真的，我妈开了好多枪。 克制僵尸的办法。探长，你一定要快点想办法，我女儿被绑走了。啊！ 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可怕啊！你怕什么？快别走！嗯，走吧。嗯。怎么会有声音啊？我们去找找看，好像是土番部落传来的鼓声哦，是野人要吃人的鼓声哦。啊？哎啊！吃人呐！嗯。 好恶心哦！我们不要再去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米，不要怕嘛，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法力啦。啊，这南亚多拉公主快被他们烤来吃了呀！真的？哎，那我们快去救她呀！哎，你现在不怕啦？哎呀，我刚刚没有想到我们有法力呀！现在我们有法力了，我们干嘛还要怕他们啊？哦。 所以呀，我们要快去救她，要不然亚多拉公主就会被野人给吃掉哎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吧。嗯。你呀，去死吧你！不要打我！你会叫别人不要打你，那你为什么要拿火烤别人啊？死丫头，敢教训我，我要给你好看！要我好看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啊，你有什么法宝，尽量使出来好啊！好，你看着啊，我变。 三个小子想杀我不成？我再变！哇，在那边！孙悟空，大胆鼠辈，看我大圣爷爷把你们进我的五脏庙！脾气还是那么暴躁，我看我们还是应该先去找回我们的孩子要紧。你300年还不是一样那么唠叨？你又该来多少？团长，我快走吧！哎呦！来了，快走！快啊！ 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再这样跑下去啊，我宁愿让僵尸把我抓走算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抓僵尸啊，只有一招啊。哪一招？这个，你快说呀！扮道士啊！废话，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叫我扮道士？一切道具我都带来了，只要探长您会念咒啊，念咒来了。 南无本地菩萨呀，济公禅师啊，春禅三太子，天福天上圣母，文武功，法王功，法力功啊，赵功啊，还有什么功啊？哎呀，什么七功八功，随便什么功都可以啊。七啊功八功啊，你还少了一功。什么功？ 临走功！糟糕！报告局长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呀！是啊，昨天晚上我跟僵尸大战一场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警长。 探长，你看什么看啊？你们是谁啊？哦，我们是老百姓啊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报告探长，我的儿子跟这位太太的女儿已经失踪一个晚上了。探长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。我怕他们是被僵尸拐跑的。哎呦，又是僵尸啊！哎，这位太太啊，我昨天被你们家的僵尸害惨了。哎呦，探长，那不是我们家的僵尸啊，他早就住在那儿了。太太，我看你还是回房去吧，虽然贴了符，还是有危险的。好，李太太，小心点。阿朱，来，阿朱，你负责的房间呢？门窗都要关好。哎，阿朱，地下室封闭，随时都有危险，谁都不可以进去。咦，这怪兽好皮哦！好哎，好哎！这让你跑不掉喽！哎，走，快跑吧！好了啦，你们两个不要打，快快走啊！哦。 我们先把公主安顿好了以后，再一起合力对付她。嗯嗯，走。嗯，好啊，把我整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想走？我看你们往哪跑！哎，怎么突然暗下来了？我们又不认识路，怎么走啊？哎，公主，你知不知道怎么走啊？我知道啊，我们往右边走，就会到野人族神台呢。那好啊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彤彤，走啊！我什么我吧？我觉得前面有危险。险啊！就是嘛，好了，走了吧，走。奇怪了，这里怎么变成这样？哎呀，我们现在是在漫画里面，当然跟着漫画里头的故事变了。哇，好刺激哦！巫师就要到了，我们快想办法来对付他嘛！哎呀，总头，赶快想办法对付他呀！嗯，这个绳绳是赐给巫师做法术的。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邪神彻底的给毁灭掉，这样子巫师他就不能做法了嘛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小强，哎呦，看你还变不变？嘿，嘿，哎呦，哎，嘿，你要干紧！啊，你咬我！哎呦！ 快点！万能的神，我要做救世主。 耶稣，我们拿十字架钉死他！嗯，钉！嘿，走，钉死你！钉死你！让跑！让跑！你不要跑呀！你不要跑！不要跑呀！不要跑呀！有本事你再拼呀！啊！你们这么狠！ 我就吸干你们的血，解解渴。哼！怎么办？不要怕，这个我内行。变！看起你西洋僵尸厉害，还是我中国僵尸厉害？哎！ 怎么没有血啊？我本来就没有血啊！嗯，难道是真僵尸？我不信。 现在该我们吸你的血了。啊！哎呀，那个巫师又跑掉了。哎，彤彤，快去把那个邪神给毁掉。对呀。 啊！么会是一道符呢？哎，好棒！啊，我的宝丽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不能动啊？怎么搞的？快点啊！我怎么不能动啊？我的法力呢？彤彤，我的法力呢？彤彤！你呀，我也不能动啊！ 但是还要养2天。石彤彤，快恢复你的法力吧！法力？什么法力？我告诉你，我原本想娶你做巫师夫人。你知道什么是巫师夫人吗？嗯，就是巫婆。啊！但是我要等好几天，我等不及，先把你烤了算了。不要！放了我吧！先把它烤了。巫师伯伯。 我的肉比他们的肉都好吃，我看你还是先吃我好了。你耐心点，不要心急，早晚会轮到你。带走！啊，不要吃！我是伯伯，我的肉真的很好吃啊。为什么？真的，加点酱更好吃了。啊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啊。我还是要先吃它。我是伯伯，我的肉好吃啊！我是伯伯，我是伯伯。我的法力怎么还没恢复？ 真倒霉！啊，我不要死了！啊，不要死！啊，可惜是可惜啊，但是蛮好吃的。我不要死！主啊，请你保佑他们。 换进去，死小强，想去玩也不想带我一起去。我讨厌你们，我恨死你们，我不理你们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哪儿？叫什么叫啊？没叫过啊？点火！为什么下雨啊？我们要智取。智取？看我的！怎么样？哇，小敏姐，你好漂亮哦！嘘，你们先躲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记着我的情，记着我的爱，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你是谁啊？哎，牛郎，你忘记了，我是你的妻子铁扇公主，你怎么把我忘了啦？啊，不太像啊！好，你好没有良心哦！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嘛？我以后不要理你了啦！铁扇公主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快点，你们快过来！你这个死巫师啊，真是可恶！我要把你烤成叫花鸡！不要吃我！我的肉很难吃。嘿，你又没有吃过，怎么知道不好吃啊？不好吃的啊！真厉害！哇，好臭哦！没关系啊，多加点酱油就好了。好点，好点，这里也好臭哦。没关系，再加点酱油。哼，你这个人这么毒啊！要多加一点大蒜，去毒。哎呀，少爷，你这别墅是从香港带回来的，我怎么赔得起嘛？我管你啊！啊，烧起来了，怎么办少爷，这本书从香港带回来的。哎，你看这本书。小强，爸。我们快回去吧，这个世界太乱，变得太快了。爸爸，我不要回去啊！回去。哦，小米、小强、彤彤，哎，彤彤，你要走了？我，你会不会再回来啊？我，你一定要回来哦！走了。彤彤。哎，僵尸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是我们的秘密，不可以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僵尸在哪里啊？僵尸在哪里？我的妈呀！探长，你怎么来这么快啊？是啊，我们电话还没打。哎呀，你不要啰嗦了，我是跟踪僵尸到这个地方来的，你快告诉我僵尸在哪里啊？在。快告诉我他在哪里？地下室。哦，你哎。哎，还有的，还有小强，哎呦，哎，探长，你的手要不要紧啊？探长，哎呦，冻死我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